在与会来宾的期待下，丑白兔现身众人眼前，因为短耳小眼的外形，因此获得网友青睐，成为赖贴图明星。所以罗东镇公所配合应景兔年，合作丑白兔进驻今年易岁节，不但成立系列用品快闪店，还推出六米高的超大公仔，提供游客拍照打卡，而且上传罗东观光所，还有机会送免费专属贴图。因此，镇长吴秋林不但大力推荐，代表会主席邱文生更是肯定潮流的结合。贴图，那公所这边我们准备了500组的贴图，是这500组呢，是希望说来这边打卡，每一天我们会送出10组，然后剩下的呢，我们会随机的有任务的这个分送给剩下250组，我们会送给这个随机完成任务的这个乡亲好朋友们。另外100组我们放在我们的扭蛋里面哦，所以任何的机会都有这个机会得到。当然你说我都没好运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用购买的方式。丑小兔哟，丑白兔，丑白兔哦，当下来，你这样子啊，你等下再注意啊，那变丑白兔啦哦，啊吼。因为伊个来吼，到来吼，予咱个易岁节吼会更加精彩吼，啊，予咱吼，予咱个真期待。啊，伫咱这个易岁节吼，嘛要邀请到咱各国个好朋友踊跃来参加。啊，咱个易岁节吼是一个真有意义个活动啦。啊，咱社区吼拢动起来啦，吼，啊，大家拢共襄盛举，共同参与啦。易岁节期间，罗东中山公园老人馆设有丑白兔联名易岁节快闪店。贩售许多实用又值得收藏的生活用品，尤其15号下午4点，丑白兔作者保罗还会到场，民众不限金额消费都可获得作者签名，机会难得。丑白兔来到中山公园老人馆哦，这边有两用警枕，那还有晾干枕，那这边还有行动电源、插手机，还有手机壳、吸水杯垫、硅藻土杯垫，还有衣服、明信片、亚克力吊饰，那这边的品项很多，那。欢迎大家来参观哦！丑白兔快闪店从现在起到7月29号，每天下午5点到9点开放，欢迎游客民众来感受丑白兔的可爱魅力。丑